原标题，一组记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真实老照片，河北省任丘县今任丘市左各庄人民公社社员喜收抗灾胜利岛。距拉萨市20多华里的堆龙德庆县，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扎人民公社的翻身农民举行盛大集会，欢度民主改革后的第一个旺火节。浙江省衢县金衢州市杜泽人民公社的社员热爱集体，爱护公共财产，扶为公社拖拉机手在擦洗拖拉机。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胜利公社的改良羊群，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阿尔山保利格公社白银布拉生产队的马群，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吉尔嘎兰图生产队的社员们在饲料基地里收割麦子，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沈照公社正在研究改造沙漠的规划，江苏省丹阳县旅程公社的知青文艺宣传队在田间为社员们开展文艺表演，著名的华侨之乡广东省台山县金台山市人民公社种植的香蕉喜获丰收，湖南省汨罗县金汨罗市汨罗乡汨罗公社红背大队的铁姑娘们，他们都是公社的农业生产能手。河北省献县商林一大队的社员们挖洞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根治海河后，献县商林一大队的收成越来越好。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修武县五元里公社的养鸭池，这个公社每年可产鸭蛋56000多公斤，河南省博爱县人民公社的竹编生产。位于河南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拥有56台拖拉机，耕种90%以上的土地。居住在河南新乡辉县深山里的平地公社保全大队社员正在翻晒丰收的小麦。上世纪70年代的辉县不仅有4通8达的公路，还修建了横贯全县的全长50公里的小铁路，保证了所有公社的工业用煤和其他物资的运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